DK 廉价兵。特色，有节奏，有控制，有智商。不足，控制有余，节奏不足。DK 廉价兵。改良思路，换下掉节奏的牌，补上强节奏卡牌，或者直伤，还要思考有没有办法过大墙。改良解释，歌贡佐姆虽好，但是三费打出身材上掉了节奏，后面还要等奶酪成长，况且我们不是铺场打爆发的思路。经理马林一样的道理，七费打出也掉节奏，即使后面我们通过马林的礼物扳回一点节奏，面对后期套牌，在八九十费这点扳回的节奏完全不够看。冰霜巨龙七费打五点伤害，伤害上不划算，出一个五至五战场在八九十费也远远不够。即使冰住了对面随从，对手在后期费用足够的情况下也完全能够返场。硬核信徒在三费准时出打快攻是非常好的清场，但是我们本身前期有很多小随从，前期依靠随从交换突袭和小法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，后期这张变成三费打二直伤也不划算。音响工程师和萨萨里安都是非常好的四费随从牌，传说品质设计师不至于做得很弱。音响工程师能防清场，萨萨里安则能打伤害，自埋自收能打伤害，还能给我们一些小费用卡牌来填补我们的费用。窒息是一张非常好的过大墙的卡牌，提高我们的解牌效率，相当于帮我们节省了直伤，让直伤能打到对手脸上。下面劣势对局演示。